2月10日，各主要快递企业实现全面复工复产，仅17日一天，全国快件揽收量1.2亿件，达到正常业务量的60%，投递量超过8000万件，超过正常业务量的40%，快递小哥复工到岗人员超过200万人。截至2月16日，邮政企业、快递企业、承运、寄递疫情防控物资累计19855吨，包裹8324万件，发运车辆6720辆次，货运航班190架次。